熱暫時久。好，一開閘協霸神區稍慢啊，咁前面快噶嘛，嘉應之星快啦，中間文藝學家繽紛遊戲響第三位啊，洛蘭第四，仲有紅比仔，中間美麗精神啊，粉紅就第五位啊，出邊第六位咧仲有智趣雙頭啊，最後邊嘅馬啦，中間紅運戰士啦，頂咗只咧就智趣雙頭喎，咁再內欄位置紅山白帽咧就安琪啊，尾四白鼻箍嗰匹咧就協霸神區啊，尾三幸福分享啊，咁暫時殿後兩匹馬分別係川河寶區咧，同埋一隻咧就藍天寶馬嚟噶。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匹咧就係呢只嘉應之星啦，跟住第二位係文藝學家，第三位係繽紛遊戲啊，咁再見到第四位嘅馬咧，咁啊仲有呢只紅比仔啦，外邊位置第五種美麗精神喺出邊咧就智趣雙頭啊，後多陣嘅馬內欄安琪，中間紅運戰士，出邊幸福分享啊，尾三位置協霸神區，尾二咧就川河寶區，暫時包尾咧仲係嗰只藍天寶馬嚟噶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入嚟嘅時候啦，前面放頭嘅馬仲係呢只嘉應之星。跟住第二位咧就繽紛遊戲啊，咁再見到外邊已經冚咗上嚟有智趣雙頭啊，內欄第四文藝學家，中間美麗精神啊，喺出邊追嘅馬有幸福分享啦、紅運戰士啦，外邊追嘅馬咧仲有呢只川河寶區同埋協霸神區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三百米到啦，嘉應之星咧都仲係佔先咗大約一個身位噶，咁啊見到中間繽紛遊戲啦，中檔位置仲有智趣雙頭啦，出邊上緊嚟就協霸神區，中間幸福分享啊，最後五十米到啦，嘉應之星放順咗都一放到底啦，跑。第二名嘅馬咧就協霸神區，繽紛遊戲第三，智趣雙頭咧就跑第四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只嘉應之星啊，咁啊擺咗喺前面走啦，一放到底，咁啊後追上嚟嘅馬，咁啊能夠跑到個第二名咧就係嗰只協霸神區。至於繽紛遊戲咧，咁啊其實二三位咧都冇乜變動啊，佢一路就結果跑第三，第四名嘅馬係智趣雙頭啊！